家好 ，Hello， 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是我们人海之中遇见你杀青大半个月以后吧，第一次相聚，我们今天要去干嘛呢？我们今天要去玩跑跑操。诶，我还行吧，不是那么害怕。头怎么了，王老师？不是路太难了。我觉得你们俩决定一下谁先谁后吧。我你要非想打头的话，我就让给他。你让给我吧，好来，他是头一个。那你最后了。你们俩在我后边，我保护你们，我们俩保护你们俩，行吗？让老师投票决定。我倒数第二个，好吧。好吧，就这样吧，待会儿我们密室见，拜拜。你们别害怕啊，我跟你们说。听说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叫什么？九龙城寨。走吧走吧，你牵我后面走。手电筒，手电筒，给我一个手电筒。开始吧，准备好了，来吧。你看你右边，冤魂，冤魂。直播间，直播间，你让你 NPC 把那红外线扛一下，我都看到了。头埋着，头埋着。走。吓死我了。不是，你们给我甩出去了，等一下。我不第二个吗？我最后吗？这有个人。是阿 Sir， 阿 Sir。哎呦，你不是阿 Sir 吗？我们以为你才是阿 Sir。哈哈哈哈哈。答案不见了，我感觉这边有。啥不见了？慢慢讲答案对吧？把答案还给我阿 Sir。那先把档案都拿到这儿来，然后对照。我们得跟档案有关系。得放到这个，几个？你看这里。这里放一个，这里放一个，这里放个，三个放在这里面才行。他是三个职位，就肯定是他每个职位的人，他的东西都在他的那个屋里。嗯。音响店，音响店档案一定在这里面。对，这里啊。三妹，我把你最喜欢的歌放在了唱片区的最右边，下次想听的话就把唱片区歌曲名转动到上方了。对，把这个最想的东西。这个就是歌曲名吧？叫啥？写的啥？哦，放了。有放歌了。哦，这怎么觉得好温暖啊？这听起来。去找找另外两个地方，然后理发店，理发店。你干嘛？哎，别走，慢点。不要，这是个理发店吗？对呀、啊，是。对呀、啊。哦，估计要剪头发这里。等一下，先看一下。写了吗？我的妈呀！我的妈！哦，我就说。怎么看了？哎呀，有个小女孩。躺着还躺着，没事。可以亮灯吗？好暗，我的眼要瞎了。还是有大人带走的。走吧。我们现在找到一个档案的箱子，我们现在要归位了是吗？然后马上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同学们，怎么了？同学们，不知道大家放齐了三个档案之后有什么收获呢？有一个五角星。哎，同学们，好像看到你们对面有个门打开了呀，同学们。对面？哦，那个，小心点，这有台阶。啊！我吓我一跳。啥玩意？啥机关呀？这东西。我的天哪！又黑了，我的妈耶！又黑了。谁蹲下来了？哎，谁蹲下来了？哎，这谁呀？得，走，又有人了。哎，走。怎么那么？啊！这里面有声音。有啥？这里面有声音。就是刚刚那人，别害怕。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？对，我们有什么可以帮你的？我们听到你在敲。在敲？什么敲啊？你是嫖客呀？嫖客呀？哎，你也不好。你付钱了吗？啊？你被人家的服务正特付费了吗？不是。阿忠，哦，就是你刚刚留言的那些东西。你要带他走，对不对？阿忠，你是要带三妹走，对不对？他怎么找三妹啊？哈哈哈哈哈！不是已经死了吗？这个人的神经有点错乱，他就是脑子有问题。王老师现在就拖着 NPC。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。王老师，我们把你留这儿了。王老师，你跟他继续纠缠吧。他说：“哎，宝贝，你不要急。”啊！该不会你也神经错乱了吧？不是我肩膀，你来。啊！什么东西？没有东西。
这个音效，你不会变成僵尸什么的吗？把他抓住。哎，有人过来了！啊，我看到啊！走吧，他会给我们带路的。我们被关起来了。拉开。这旁边。好了，开了。二楼上好电走起。二楼。哇，这是杜娃娃。我不要抱着他的。娃娃头上有个钥匙。有声音，楼上有链条的声音。啊！慢慢的，这个我呀是不，我觉得他会下来。左边有，我是一点没看见。我觉得这哥们儿，我觉得这姐姐会下来。我一点没看见呀，我。没事，别害怕。哪儿呢？朋友们，我们真的太不容易了。小礼物刷起来呀！这是谁呀？看得见吗？进来，这个地上是什么？是玻璃碴。那是夜宵店吧？哦，这是夜宵店。对，简单的降临。不知道大家敢不敢接受这个挑战呢？啊，你说吧，来吧。先围成一个圈。围成一个圈。起来，大家现在闭上眼睛，然后转东西。可以了。肯定有人来摸我们。不行，我感觉中间肯定有人。对，他会有人钻进，我觉得也会这样。我已经感受到了。啥呀？这个人是吗？我感受到了。别摸他，别摸他，没进来，哥们儿没进来，你别挠我。这谁啊？没事，哎呀，你给他头发撩起来不就行了吗？哎呀，不，在后背。我一身汗，我没什么别用了吗？哎呦，抱着你。哎呀，这清一色要补齐一张。果然麻将到了我最爱的环节。西姐，你是最吓人，你不说话，然后你的头发又跟他们差不多。停！有个道士。来，随我去一处安全的地方。能进吗？天哪，突然感觉光明了许多。哎呦！吓了我一跳，死鬼！我只不过武器缺失，出来前看此处，此乃九龙天地阴阳相合。我就认这俩字儿啊，九龙，天地阴阳降魔，吩咐行动，替我将那法宝三将。这法宝藏在这三个大阵之中啊，其一便是这阴阳合关阵。这不情绪精神的肉眼凡胎，五行绝杀阵。这其三呢，乃是这天地。你若愿我这，真太恐怖了。到这里还有一样法子。此法你稍后若是碰到那厉鬼，对准那厉鬼大声喝道：妖怪，我叫你一声儿子，你敢答应吗？我叫你一声爸爸，你敢出来吗？你敢出来吗？爸爸，把海上老君齐齐如云啊。哎呀，我的天！什么？要去诊所，快去诊所！我不是去电视机。哦，我和你到现在，你还为那个野种着想？要不是你赵家拖着，能有你老李在今天？你们的儿子可是跟你的姓，他们有什么三长两短？哎，我懂。最好给我想想清楚啊！通经过。完了，走火入魔了。方才贫道已将你的阳气封死，如此夜来阳气只进不出。我你现在便是童男了。我一直就是。咦，快点，他太慢了。慢点好。来，将手放在此处，贫道用真气引着你的手。这，撑住，撑住，各位请进。哎呀，这个太那个了。阿忠，你干嘛去了你？找你半天了。对。原本的西方邪气好强，西方真术法当真没有人会吗？哇！哇！先生，你在干什么？我看能鞋带松了。你将这厉鬼的鞋带解开了吗？你当真是调皮的很。怎么这么贱？他跟人家绑到一起了。你说说啊！摔倒怎么办？这坏死了！啊，不是啊，然后若是这厉鬼对你有恩惠，你可要趁不了兜着走。你莫要害得我众人命丧于此。哎哎哎！
笑场了他，他笑场了他，这人邪煞颇重啊！正光啊，净化他吧，驱魔仪式成了。对，给他一个呼吸道。我们应该是来救你的。我叫你一声儿子，你敢答应吗？啊、阿忠，阿忠，你敢答应吗？三妹已经死了。哎，他们走啊！死死别让他走，别让他走！滚开！滚！他好艰难啊！你给人家搞了，人家先出去，说不定就摔倒了。你们知道吗？每天都有像你们一样的傻子跑过来探险，探什么险？不是，探险是为了钱，什么意思呀？丢人！但是，相逢是缘分，咱们萍水相逢，那也没必要半道以命相抵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。诸位，那个方才说要献计，你打我，那就是你了。好的，大家一起啊，来，向我来。那献计的结果是？只有纯净的灵魂做献祭，三昧的灵魂才可以。他想把三昧的灵魂说在你身上，你决定是三昧。躺下便是。看你如此生疏，你莫不是第一次死？啊、我是应该呀。不然呢？多谢谢。谁一天死两回啊？哎哎哎，小心小心啊！赶紧去他盖上。宝宝，你哎，莫慌莫慌，你为何如此着急？你可是欠这位元首的钱没还。我的宝宝现在要做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。两臂交叉于胸前，我不会摔死，不会摔疼我吧？放心。好的。没事。好的。若是有什么事儿，去了另一个地方，再来找我。我的。这一去了另一个地方，你定是那大富大贵之人啊！诸位，向他说声再见。拜拜，宝宝。再见啊！人呢？我操！三妹，三妹。